我是王瑞瑶，今天跑来高雄上课。李怡君老师要拍出来啦，来啦，打一下招呼啦。好 ，Hello。你讲过了。他们呢带我来红毛港附近，红毛港附近的凤林宫，带我吃这家真口味砂锅鱼头。我用一个角度给大家看一下，它上面给砂锅盖棉被的样子，很惊人哦。这一片全部都是蛋酥，还有不管多少人吃，大家都是这么一大锅。隔壁是两位，也是吃这么大锅，有没有很惊人？那这应该是，我是王瑞阳，现在在真口味砂锅鱼头店，而且呢，这家是在高雄的红毛港，在凤林宫旁边。刚刚大家已经有看到了它的大大的蛋酥，现在要掀起盖头。老师傅其实已经偷挖了一碗了，在这边掀起盖头来给大家看它的料有多丰富。这家店哦，不要讲说是晚上，现在是正中午大白天，我都觉得它的生意非常好。太开心了，有没有？对呀、啊，还有海鲜，然后刚才偷喝了一口汤，那个汤就有扁鱼的味道。扁鱼的味道，我是王瑞瑶，在高雄。